没事吧？没事，别怕，我在这呢，别怕。喝杯热水吧。还在想刚刚的事情？不是故意想，就是一遍遍在脑子里过。刚刚只是单纯的意外，我们去的那家花店附近有一个大厦，大厦里面的商铺，两个长期雇佣的物流公司起了一些冲突，我们只是运气不好，恰巧碰到了。嗯。我原本是想去买一束干花送给你，谢谢你做的晚餐，没想到竟然发生这种事情。你都安慰我一整晚了，说点别的。有一件事情，我本来想在买完花之后再告诉你的。什么？工作交接比我想象的要麻烦，所以这次可能要你自己先回国了。那要多久你才能回家？这个还不清楚啊。工作嘛，没办法的。尽快。一定尽快。好像今天都是坏事情和坏消息。我能做点什么让你开心点吗？花言巧语。什么花言巧语？说点花言巧语哄哄我。好。没了。我在想接下来要说的话。我长得很好看，对吗？是不是在你认识的人里面算好看的？或者有比我长得更美的？没有，没有比你长得还好看的女生了。在想什么呢？啊！
为什么不吹干头发？